家好，我是 Dennis。然后今天我邀请到一位朋友 ，Jenny。Hello，Jenny。那我们今天要拍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如何吃得像澳洲人。那我有跟你们介绍过 Tin Tan 了，请看我这支影片。啊，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吃 Tin Tan 吃得像当地人一样。然后还有呢，他们还有除了 Tin Tan 以外呢，我们还有这边的特产，Vegemite。对，它是一种发酵出来的，的果酱，是用 yeast 酵母菌所做出来的一种果酱。然后很多人呢都不太敢吃，因为他们觉得味道很重。然后它有一些特别的吃法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教给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吃。来了四年从没吃过，他从来没有吃过。那你有吃过 Tin Tan Slim 吗？有啊有啊，当然。对 ，OK。所以他吃过 Tin Tan Slim， 但很多现在看影片的人可能不知道 Tin Tan Slim 什么，我等一下会介绍给你们看。对，他没有吃过 Vegemite， 所以等一下。人生史上第一次。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？因为我觉得很想看他吃的那个表情。Vegemite 这件事呢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，你不知道正确吃法，所以你吃起来就不好吃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专家，专家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准备材料吧。好，现在转身要厨房，我要教大家第一个料理，就是 Vegemite 加吐司，最基本的。我们现在道具已经准备好了，吐司机，吐司，白吐司一条 ，Vegemite 本人。好，我告诉你 ，Vegemite 是充满营养的东西。它上面有充满维他命 B1 B2 B3， 所以你就是吃这个当早餐，我告诉你，活力是维他命，没错。Vegemite 的正确吃法不是涂一整片，没有人给你涂一整片的啦。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个东西，你要闻一下吗？就是一个咸的果酱，对，因为 Vegemite 就是有人说很像盐，有人说很像那个日本的海苔酱，我吃过的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很多人不懂，他们就把它整片涂满，把它当巧克力酱在涂，然后他们吃一口都唾弃它，所以我先千二等我，先给你吃一下，就是 Vegemite 最原始的味道。不要，一口而已，就这样，一整片满错误吃法，但你这样才可以吃到最原始的口味。第一片 Vegemite 加白吐司，今天你的第一次挑战。Yes. 就要这样等我。好吃吗？好咸啊！这吃完会肾亏吧？要去洗肾哎！超咸！退货，老板退货！退货，老板退货！怎么了？老板出来！我忘了躺着请你。我现在等待第二份吐司。味道没有什么，就只是咸，这是可以接受的吗？咸的吗？那就像是吐司上面撒盐巴一样，厚厚一层盐巴。第二片好了，好，我现在告诉你们正确的 Vegemite 吃法，正确吃法 ，OK， 正确。要吃的像澳洲人呢，你都来澳洲了。首先呢，你需要准备一个奶油，随便你要什么奶油，但是无盐奶油当然是最好的。整片第二步骤，一样拿出我们的主角本人 Vegemite， 然后只需要一点点就好，就是大概这样，一点，然后不要涂满整片哦，就是你大概要画两刀而已就好了，就这样稍微量一下，两刀就完成了正确的澳洲人吃法 Vegemite 吃法。好兴奋哦 ！Take two， 好 ，Cheers！ 好好吃哦。因为你真的只能涂一点点 Vegemite， 上面 Vegemite 太咸了。跟我一样喜欢吃 Vegemite 的朋友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开一个 Vegemite Party。
好，洛梨，洛梨，洛梨。那听说，那感觉你跟我说很像什么问题啊？阿巴卡洛梨。是吧？现在来教大家怎么切阿巴卡洛。咖啡或是茶，那我们今天我就准备了咖啡还有红茶。今天呢，就像刚才已经我们已经准备了两个热茶了，要热的哦，热的，热重要的。拿一块中间对角线这边呢，各咬一口。对角线，对我们发一口。把这个东西呢，当作吸管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有人观众，它可能融化，然后融化的时候你就赶快吃下去。它全部是，我还在这哎，怎么了吗？现在加红茶，那是红茶，因为我是无糖红茶，中和掉那甜度，然后它吸上来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热热，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热饮流过巧克力的感觉。挑战第二次，40，好，好，一样，咬两口，赶快一起做啊！要去洗肾，再吃完就得糖尿病，真的超甜。然后要说的话，你一定要吃吃
它，因为很特别，而且我个人是很喜欢，我觉得很好吃哦。我觉得这样好吃。你说配红茶，你有试过配红茶？有啊，那时候我一个澳洲朋友买，然后他说他们都配巧克力牛奶。配巧克力牛奶，我跟你说，他们真的就是特别糖尿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配巧克力牛奶真的甜到我真的，我完全没办法，太甜。但他说他们都是配巧克力牛奶，我觉得蛮疯的。有事吗？啊，今天就先介绍这几种特别的吃法给大家学一下，这些好玩特别的澳洲文化。那我希望你们会跟我一样喜欢 Tintin 或是 Vegemite。那如果你没吃过的话，赶快拿来去吃吃看。如果你有吃过的话，欢迎你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种吃法，或是你喜欢 Tintin， 你喜欢 Tintin Slam， 或是你喜不喜欢 Vegemite。 我的朋友好朋友 Jenny 她平常都有在做手工卡片，然后如果你们有想要任何特别节日需要任何的手工卡片，都可以找他送给你心爱的人，你的好朋友。他的卡片都非常非常漂亮，很精致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。我会把他的影片连接放在我的留言区下方，欢迎你们去看一下他的影片，还有他的 IG 也可以追踪哦。好 ，Anyway，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频道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帮我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